百多年前，随着人类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大量高层建筑平地而起，而电梯这一融合当时机械与电气技术之大成的开创性构想，在欧美大陆几乎同时被发明，并迅速被投入使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，苏迅电梯的始创者在中国电梯市场辛勤耕耘，借鉴欧美著名电梯品牌先进的技术，严格的生产管理，周密安全的现场服务，使中国平民百姓享受到曾经难以企及的舒适生活。电梯行业内中外合资企业代表苏迅电梯，秉承欧洲精益求精的传统工艺，在当今中国电梯市场竞争里，将以安全可靠的产品、迅速专业的服务，履行我们的承诺，再现经典品质。苏迅电梯专注安全可靠的产品质量，快速负责的售后服务，高效诚信的营销网络，持续提升的技术水平，实现企业的稳健发展。 ISO 9001 ISO 14001及 OSAS 18001等一系列管理认证，必将成为深入人心的一流电梯品牌。合理高效的制造工艺，规模化的加工过程，苏迅电梯确保产品的质真品质。产品包括小机房电梯、无机房电梯、乘客电梯、观光电梯、医用电梯、载货电梯、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等几大系列，为城市诸多建筑楼宇提供了安全、迅速、完美的解决方案。灵动的空间，精心优选的部件，及众家之长的优化设计，苏迅电梯让您的每一次乘坐都是安心舒心之旅。来自欧洲一脉相承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技术，采用高强度的行架结构，绿色节能的驱动技术，完善的保护装置，实现无障碍可靠运载。不论项目大小，每一部 SSE 苏迅电梯都可以实施自我诊断、远程实时监控、远程维护等新技术手段，确保顾客无后顾之忧。传承经典的不仅仅是概念，更是行动。完美的细节成就伟大的产品，苏迅电梯是您物超所值的选择。苏迅电梯有限公司。